六十年嚟，香港经历咗好多灾变，好彩每次都有好多救人英雄无私奉献。做英雄唔一定要识飞天遁地，去红十字会捐血就已经系英雄。捐血救人唔一定要系阿哥阿姐，人人都可以。六十年嚟，香港已经有超过160万位捐血救人嘅英雄，你都嚟做个英雄啦！捐血英雄。